我们看啊，第一个修改第二段、第三段段落格是左边竖排七个字元，上方内缩两个字元，前后段接0.5列，取消贴几格线。所以到 Word 文件里面，我们将两个段落啊，第二、第三段框起来以后，选格式段落，啊，左边缩排七个字元，啊，然后第一行缩两内缩两个字元，前后段距离0.5列，然后文件格线不要贴几格线。好，右边界的话不用打，因为右边界它没有要求，所以不用打，然后按确定就好了啊。